你相信有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吗？不是特别相信，就没有命中注定这一说。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人还不够帅，是吧？那你想谈恋爱吗？想。这样子，你先拿我手机自拍一张吧，怪好看的。我们好了。哎，这个小黄我感觉还可以、啊，还不错。他说要跟你见面呢、哎，不是吧？应该是他吧。哎，你好。哎 ，Hello。是这样子，我问一下小黄，是你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是？我们是丫丫的朋友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拜托我过来带你去见他。好好，走走。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平时喜欢跳舞、打球。我在学校是女子篮球队的，打篮球，然后跟同学一起踢足球啊，然后羽毛球、乒乓球一些运动。喜欢球类？他大概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呀？不是普信男吧？那没有。这个女孩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很特别，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她现在就在你背后。现在你只要搞得我好奇心一下就起来了，我好想转头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我是不是得不能看。过去拍拍她肩膀，大家转过来之后给我介绍。好，走去吧。我好紧张啊。Hello. 那个我叫黄晨，然后叫小黄就行。我叫丫丫。漂亮吧？挺漂亮的。你们觉得对方跟照片比怎么样？本人更好看。我也觉得比照片更好看。哦，那现在请两位都向对方再迈出一步。我先吧。哇，好近哦。建议他眼里有光。你可以对他说嘛。你眼里有。这是不是很尴尬？你好会聊天。男生你为什么都不敢看他？害羞我要老盯着要看。哎呦，好像碰到头了。怎么样，头发软吗？要再碰一次。手可能是软的。你想试一下吗？我手还挺热乎，你手冷不冷？我都是汗。我学到了耶。你也太会了吧。太会了。搓起来了。你拉裙子吧，我看到放下。现在呢，请两位站到一起面朝我，两位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？我先说吧。好。挺好看的，觉得就是可盐可甜，各方面都挺心动的。我觉得他对我的评价太高了。没事，你值得。痞帅痞帅的。哦。小狼狗类型，长得也很高，然后衣品也很好，反正就是特别帅，然后讲话也比较幽默风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问一下，两位身边的朋友一般是怎么找对象的呀？好像找不到对象。都是孤寡。我好像那回去之后呢，可以给他们推荐暖聊 APP 哦，尤其针对不太会聊天的同学们，暖聊专门设计了高情商辅助回复的功能，会根据对方发的消息自动生成一些回复，哪怕你是钢铁直男，用暖聊也会秒变恋爱大师。屏幕前你们赶紧去试试吧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玩游戏了。好。男生壁咚女生，隔着扑克牌亲亲10秒钟。玩这么大吗？你不想吗？好像。你老实告诉我们。我可以。可以啊。如果你们挑战成功，那我们将送出两台全新的 iPhone 13。哇。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拿出你非常霸道总裁那面，狠狠地将它壁咚在这个柱子上，好不好？有这么好笑吗？我忍不住。3、2、1。